大家好，我是小花。其实争咗大家呢一个 video 咧，都有一大段嘅时间啦。记唔记得我400,000嗰阵咪讲过有4个 giveaway 嘅？冇错，今次系最后一个。你而家一定喺度话，咁对上嗰个 giveaway 究竟边个中啊？究竟边400位嘅朋友得奖呢？名单如下，得奖嘅朋友可以喺下面 info box 嗰度揾下你个名。事不宜迟，第四个 giveaway 来了，都系一样，就系全球嘅朋友都系可以参加噶。首先第一份就系 Melfita 嘅坚果油，冇错，呢一个咧，其实我之前 IG 咧都有拍过佢嘅片噶。咁佢咧就可以沟落去你自己嘅护肤品嗰度啦，叫做有一个润啲嘅效果啦。皆因咧，我觉得而家冬天咧系真系，就算你搽几多精华都好咧，你都一定要滴呢一个护肤油咧，沟埋一齐嚟用咧，你的皮肤才可以水油皮。詳細的用法和它的功效大家就可以去 Google 一下，我在這裡都無謂多說了，就總共有5支。護完膚就當然要化妝，第二樣禮物就是化妝品來的，就是 Make Up Forever 的眼影，總共就有9粒的，有紫色啦，有淺啡色啦，深一點的啡色啦，有金色啦，一個眼影再跟一個眼影盒這樣送給大家。第三樣禮物 Vaseline， 大家聽得過過Vaseline， 大家聽得平時咧，咪用嚟打保濕針啊，又或者咧，如果啲填充啊嗰啲咧，好多時候咧就會用 Vaseline 嘅保濕劑、透明質酸啦、啊。總之，等大家可能唔知咧，就其實佢都有出護膚品嘅，冇錯。今次嘅第三份禮物就係 Vaseline 嘅 Night Cream， 顧名思義就係夜晚用嘅 cream 啦。呢一支嘢勁咯，總共有40份。今次係咪講得爽好多咧？費事你哋睇唔曬啊，你知唔知啊？第四份4盒嘅 Melfita 嘅蜂王嘅面霜，咁佢全名。我是要看貓子，你等等下，有機蜂王聯合聯機面霜，主要咧都系保湿嘅，送到第四样，系咪时候去到终极嘅第五样？亦都系最多人期待嘅一份嚟噶。呢一样其实我自己都好想要，不过我忍痛送俾大家啊！你话花姐唔系好，花姐 is the best， 一齐大叫，花姐 is the best， 花姐 is the best， 花姐。冇錯，就是 Amika 的直髮嘅，仲要是佢新出的嗰個眼睛嗰個版本，很漂亮的。我覺得佢今次出呢一個咧真係好靚。我見我平時成日教化妝、教整頭，原來有好多朋友仔咧係冇直髮夾呢回事嘅。諗嚟諗去，呢一份都可以叫做呢條片嘅終極大獎。我知道你哋肯定話得一份咁少，不如唔好送啦，好唔好啊？啊啊！我花姐梗係唔會咁代薄大家啦。總共係有4個咁多。很好用的哦。第四次的 giveaway 就是这62份的礼物。Melfita 有机坚果油，好难讲啊这个名字。有机坚果油。Make Up Forever 的眼影。Vaseline 的保湿 Night Cream。Melfita 的保湿 Cream。Amika 直发夹。是不是很想知道参加的方法呢？不想知道都要知道的了。参加的方法非常简单。One， 在下面那个掣那里 like 这一条片，同埋在下面那里留言。今次留言讲什么好呢？在下面留言话俾我知，点解你咁想要？你想要你先，好似好复杂喎，等先。喺下面留言话俾我知你想要边一份，同埋话俾我知点解你想要嗰一份。哇，聪明如我啊，真系。将呢条片 share 去你嘅 IG 又好啊，或者 Facebook 又好啦、啊、第三，当然唔少得嘅就系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啦。记住做齐晒以上咁多样嘢，跟住之后你自己 keep 低个 screen， 以防中奖嘅时候咧就可以。可以攞翻出嚟核對，我哋好嚴謹嘅嗰個核對嘅系統嚇，我哋用眼嚟核對啊！參加嘅辦法係咪非常之簡單呢？你哋仲喺度等乜嘢啊？仲唔 follow？ 仲唔留言？仲唔 like？ 嚇？仲喺度做乜嘢啊？嚇！我講你啊！好啦，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微博见，希望大家中奖愉快，恭喜恭喜！我特登着件红色，好似吓喜庆啲啊嘛，系咪先？好啦，拜拜。